那怎么行呢？你一定要吃，吃了它，就会好的。我给你送上去。不，你的伤重，你吃吧。不，你不要进来。婆婆，婆婆，这里就我们两个人，干嘛老叫我婆婆婆婆的？你少叫几声不行吗？那有什么不成？只要你把这药丸吃了，婆婆，你把门打开，让我把药丸递进去。婆婆，我说过我不吃。你都已经走了，为什么又回来？我说过我要保护你，又岂能言而无信？再说，我怕我。怕什么？我怕我要是真的离开了你，在这世上恐怕再也找不到像你对我这么好的人。哼，你说的没一点正经的，难怪你小师妹不喜欢你。你生气了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这个人说话从来没个正经的。小师妹不喜欢我，师父师娘也不喜欢我。你不要难过，他们不喜欢你，难道这世上就没有别的人喜欢你了吗？喜欢怎么样？不喜欢又怎么样？啊，婆婆，你真的是魔教中人吗？刚才那和尚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？你还是快走吧，免得让人看见了，污了你的名声。我令狐冲从来就没有什么名声，只可惜你的箫坏了，要不然我们倒可以学一学刘师叔和曲阳长老，来一个琴箫合奏。你胡说些什么？我没有胡说，想不到我令狐冲将死之时相伴的竟是一位从未谋过面的婆婆。你别胡思乱想了，赶快把药丸吃了吧。我令狐冲是将死之人，何必再浪费这疗伤神药？再说婆婆是前辈，理应笑纳才是。不要争了，你吃了吧，不然婆婆可要生气了。好，那我就遵命了。好，啊，好苦啊！哦哦啊！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！啊，哎呦，这药有毒啊！圣姑，你是圣姑？我是圣姑，怎么样？你骗我！我没有，是你自己叫我婆婆的。我真傻，其实我早该想到，是你要老头子祖先兄那些人来找我，要我师父怀疑我。你早就拿到曲谱了，为什么还要陷害我？我没有。你有？我。摔得好，摔死我算了。